大家好，我是小雨，在户外穷游旅行的。在户外旅行，在户外旅行穷游那么久了，我们准备考汽车驾照了。驾照考好以后，可能买个二手面包车之类的改装一下，然后出去自驾游。今天准备给小慧买双鞋子，这几天也赚到钱了，大哥们也在支持小雨。他就穿着这双布鞋跟着我跑了两个月了，还去西藏回来。之前那个鞋子烤焦了，去买双鞋吧，然后看看衣服。哎呀，有点多动症的感觉啊。现在拍视频还是不习惯。不习惯，但是口罩就还好一点点。我自己也有点不习惯，你也不习惯。那要拍呀，要生活呀。行，我们下去看看鞋吧。现在是在重庆的渝中区。我们看能不能买一双。小慧买鞋我就不去讲价，也不去挑了，带她去买鸿星尔克吧，好歹是个牌子货。你看看你那个帆布鞋，脱给我一下帆布鞋。不嘞不嘞，你别看了，我看他这个帆布鞋十几块钱穿了两个多月。这是布鞋，老北京布鞋。小慧这双鞋就400块钱左右，喜欢就好。他是觉得太贵了，我觉得还是买。就支持国产。直接穿着嘛，穿着就行了。看起来都年轻了十来岁。老北京也是国产。这个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有点增高。然后小慧穿起来可能就有1.7米。1.75米了。1.75米左右了，还比我高一点了。我1.73米。就这穿，直接穿起来，我们去带你去洪崖洞玩一下，然后明天回荣昌，好不好？行，这个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这双老北京布鞋我忍它很久了，趁小慧不在我把它丢掉。它穿了两个多月了。它这边是重庆的三峡广场，去找个地方给它丢掉。